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腊月准备过年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今天我们给您介绍个窍门，这个菜的名字啊，其实大家都吃过，叫做泡椒木耳。有请陈瑜大姐，有请。陈瑜，重庆人，电视节目主持人，今日推荐泡椒木耳。谢谢陈大姐远道而来，从重庆专门到我们这个天天饮食跟大家介绍绝招了啊！因为这个过年啊，除了大鱼大肉以外啊，这个要吃一点泡菜，对，爽口。对，这个泡菜呢，实际上这个在过年的时候吃一吃啊，也有这个解油腻的作用。就是，但是做泡菜，我们北方人就做不过你们重庆人。那可能就是一些以前的一些历史造成的哈。对，就是我想了哈，今天呢我们做那个泡椒木耳，你把这个方法学会了以后呢，可以泡凤爪呀，什么都可以泡，触类旁通。还有呢，我们也教大家做泡菜的卤水。你这个水做好了，泡什么都可以，千万不要走开啊。我们先介绍一下主料辅料来。这个主料呢就是木耳，辅料呢就是那个芹菜，那是泡菜，这是老泡菜水，也可以去买那个瓶装的，那个泡椒，有红的，有绿的，这是一点香料，花椒，白酒，白醋。那我们第一步怎么做呢？第一步呢，就是制泡菜水。这个很玄妙哈，怎么做？开火。我们倒热水来。那行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那个香料放进去。就是哪些香料呢？八角，香叶，香果，就是香味比较浓的。不要放很多小的，就是大块一点的。大块一点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要放一点花椒。花椒呢，它一个是那个椒麻的那个香味儿，还有呢就是它保鲜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放花椒。对，泡菜坛，你得说说结构。这边好像是一定要换到这边有水，这边是坛沿装水的，它就是用水封的原理，就是封住里边。好，然后你知道它怎么选吗？怎么选呢？首先你听声音，有没有破响的声音？没有，没有哈。然后呢，大的泡菜坛还可以用火来试。我们试一下。好，先呢，掺到那个坛沿水。然后呢，我们把那个纸啊，把它燃烧，燃烧来。这个事情一定要注意啊。然后你往里边扔。看到。看到，水全部没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好坛子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当然了，里面是真空的了。就是没破。没破。如果破了的话，这个咸菜，这个泡出来的咸菜是臭的，是软的，不好吃。你看水全部没了。是。到哪去了？你看。这么大力量啊！你看这么大力量，里面还加了内盖，要没加内盖的话，全部进去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泡菜坛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泡那个泡椒木耳啊，就不一定要在这里边泡，因为你看不见。对，我们用这个玻璃坛来泡，然后呢，透明啊，你用玻璃坛，大家都能看见。现在那个卤水呢是制好了，然后我们放盐。放盐。这个盐呢要放的比较多。哇，这么多盐啊！这么多盐。然后把它搅开。推一推，来。然后放在这里边冷，让它凉。然后呢，就这个水好，你就加一点白酒。加一点白酒，然后放萝卜。老姜就可以制水。然后那个萝卜在里边呢，慢慢的它就酸了，以后它就有了那个乳酸菌，有底味了。有底味了。然后你就可以泡辣椒，泡其他的什么菜都可以泡，胡萝卜，都可以泡，芹菜都可以。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做的是泡椒木耳。那我们呢就是直接在里边呢加那个白醋，增加它的酸度，然后呢加一点那个老水，就是泡菜水，或者是那个买的那个泡椒，都行。好，加那个白醋。加多少白醋呢？看你吃的酸还是
不是很酸、啊、不要太多、不要太多、啊、然后呢这个水呢我们就放在那里等、哦、等什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木耳呢清洗一下，清洗穿水。好，其实这个木耳哈它的营养特别好、哦、它含维生素哦 ABC 对都含，而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。 对对对，神奇的功效、清肺、润滋阴，对，还有补血，对，而且还有、增加免疫力，对，所以呢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木耳、哦、它的神奇功效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，是这样、哦、现在呢我们还不敢肯定，但是呢多吃木耳肯定有好处。这样的话水一开就好，开了以后我们就把木耳放在这里边抛过来，好就行了。哦，那要在这个水里面泡多长时间呢、在这个水里边呢、一般是两个小时。哦，两个小时。好，如果呢你要很着急，想吃，几分钟就可以的话，放微波炉。哦。四分钟，然后拿出来。哦。它不是湿的嘛，哈，温热的嘛。哦。放冰箱的极冻室。哦。让它还原，它才脆。哦。不然它就吃的就没那么脆。我们把它装进去，好了，我们把芹菜也放进去，盖上。哦，两个小时以后你可以吃泡椒木耳。两个小时以后见。我现在已经装盘了，这个泡椒木耳基本大功告成了。这时候我们再点一点味精啊，来提提鲜，掐掐掐掐掐掐，这个味道是非常地道的。非常地道的四川泡菜的泡菜，您这样爽，您这样，您从头呢给我们盘点一下几个要点啊。首先呢是制卤水，制卤水，制卤水的时候呢，就是香料、花椒，盐，煮沸，煮沸，好，然后呢就凉，让那个卤水凉，自然好，然后你要泡的菜呢，就是什么，鸡爪呀，木耳啊，还有什么胡萝卜啊，白菜呀，什么都可以泡在里边，一般至少两个小时。今天呢，我们天天饮食请到了地道的重庆人啊，巧手大姐陈瑜在这里介绍地道的重庆泡菜，怎么样？不妨试试啊！重庆泡菜好吃惨了。咱们明天早上8:34一套节目，不见不散，再见。再见。酥肉可以汤火锅，蘸椒盐炖菜煮汤，是四川过年家家必备的传统美食。明天年纪轻轻却身手不凡的川妹子阿米将带来正宗的蜀香酥肉。